车宝们，孙小燕今天活动25号啊，12月25号是今天，今天和明天25号、26号两天活动，减两米。那天还有人问我啥时候有活动呢，我刚刚知道今天的活动，赶紧去拍吧。太冷了，我一直在炕上待着。赶紧去拍吧，我通知大家，别到时候过了之后再和我找活动。